完玩具就会拿走。找怎么了？找到了，要什么就给他什么。还是不走呀，气死我了。爸爸妈妈，真的在等他，咱们这队就输了。不可以，你都不自己出任务、哦。有任务了，去吧。这一次，该怎么办？星期五晚10点，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，爸爸去哪儿？